昨15日凌晨4:24许，在雾峰区仁爱路6号国有拆餐厨保管之教育厅员工宿舍发生火灾，火势于同日5:55全部扑灭，现场未有人员伤亡。经分局扩大调阅火警现场周边道路监视器，发现一名可疑男子于火警前行经仁爱路巷口停住数秒后，进入宿舍区，5分钟后在原路离开。雾峰派出所副所长郑正昌及警员赖峰杰依据监视器抽丝剥茧，发现可疑男子穿着特征及骑乘交通工具，并沿线积极查访搜寻，于本16日凌晨1:32在雾峰区新厝路国道3号桥下发现特征相符之男子。经查，该嫌疑人有进入仁爱路宿舍区，并有吸烟及丢弃未熄烟蒂之行为。全案讯后，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ouTube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和节目全都在这里面，一次满足。